昨日，电影《长津湖》发布了一则新的预告特辑，几位导演、监制及出品人向大家介绍了许多影片拍摄的信息，其中易烊千玺爆炸戏份幕后花絮露出。特辑中，易烊千玺有一个十分惊险的奔跑场面，子弹和炮火向他打来，他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，让人不禁捏了一把汗。不到十米的距离，脚下埋了不止50个炸点，爆破点距离演员不到一米，而真实的战争远比这个残酷。电影《长津湖》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辈们致敬。9月30日，祖国不会忘。这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片。